你就是侯明浩，那这个人是谁？他们两个人互换身份，你来了，好久不见了。你为什么要叫我回来？我妻子的小孩目前呈现昏迷，让孩子变成那样的凶手。不要再说了，刚才我父亲的发言全部都是假的，因为他现在是重度的失智患者。怎么？是时候离开了。爸，江，对不起了。 痛快地送你离开，是我对你最后的友情。我是对江西贤的心率调节器动了手脚吗？华丽的诱惑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。